哎，干嘛？帮我在早餐店买薯条，这些蓝椒粉，还有鲜奶茶。等等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帮我在早餐店买薯条，再加上辣椒粉，还有鲜奶茶。可不可以下次讲清楚一点呢？薯条就薯条，辣椒就辣椒，还薯条加蓝椒粉、欸。哎、欸，又要帮你买早餐哦。不不不不不，自己去买啊！讲什么东西？气死死嘞！